今天是我主导的一天，我呢就想带男生去吃葱油饼，然后再去坐双层巴士。现在1:45，我可以早点到吗？好像我们要排很久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我刚刚看有排队，但感觉应该不用排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吧。你已经到了吗？我们都还要20分钟我才可以到。哎，师傅，这能停车吗？哦，要找车位很难。没有车位？没有。这里能停车吗？停哪儿呢？走过去得10分钟。走过去还得10分钟，已经又迟到了。